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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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。 我们今天呢误打误撞来到，其实我们原本今天要去吃他们王品另外一间店烩面店，没想到说他旁边竟然有和牛刷，我真的是不知道了，我真的完全不知道状况下，就是做捷运的时候看到，打误撞想说好吧，现在喝牛刷这么有名，之前老爸也有推荐过，那我想说那就应该要来吃吃看。我觉得我们蛮幸运的，因为我们原本是7:30的时候来这边，定位说还有一个小时，就有人取消定位，在他们外面坐大概10分钟左右，有人取消了，你们可以先上位喽。对啊，超爽的。想要从文心崇德站下来对面。他就在这边哦，非常近。安格斯现在不稀奇，它可以全点和牛。这种的它是和牛，知道吗？这是双酱。和牛双酱。啊，这个感觉比较好吃，雪花牛。桌子的侧边有这个。乌林啊。咖汤啊，清洁啊，服务啊，点餐啊。这咖喱都是和牛，你看。和牛。觉得呢？它里面是有放瓦萨比吗？没有哎、我觉得好像酱油就刷刷的。是瓦萨比吧？我原本是瓦萨比。有吗？一小块，一点点。好。一口就40块的。你要到雪花牛，我最期待雪花牛。来吃雪花啦！雪花比较嫩的人，肉质比较松一点。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花之王，对，好甜哦！我决定你要继续沾我。
多人就是用它的雕油烧去装饰。我是很喜欢焦糖的配黄豆粉，用在牛奶冰淇淋上面会非常好吃。很好吃的。我今天吃的冰淇淋是牛奶口味跟铁观音奶茶，对于我这个铁观音奶茶更好吃。大家我也很喜欢这黄豆粉，这根本是绝配的味道。这位观众，你刚吃完核桃蒜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吃。因为很多吃到饱的现在随便都几百块几百块，它可能某些东西很好，某些东西不太好，某些东西很粗糙，某些东西又还可以。虽然它有什么安格斯啊，我们就只有点和牛而已，就吃到这七百多嘛。它那些野菜啦，或者它的甜品，包括它的咖啡，每一样都不错。像一千块以上的吃到饱的东西，也没有什么陷阱，要吃要赶快来吃，不然会越排越多。我个人我觉得七百多块就是还可以，而且那价格其实跟很多什么吃到饱价钱都差不多、啊。牛肉真的还不错，海鲜的那个丸子就可以现捞，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吃，好吃到我们挖两次。重点是你可以看到很大只的虾子，所以你会介绍你妹来吃吗？我妹应该会说我吃别的就好，因为她不吃牛肉。吃牛肉的就好好好，下次再来。他不是有那个问卷调查吗？就说好，我下次要再来这样吃。